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，我现在在米兰接受一个采访，然后呢，等会儿就去吃饭。那个姐姐跟我说让我随便说点什么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随便说点什么。等会儿就采访啊，然后下午拍杂志，然后一天的活动可能就结束。然后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心情面对每一天，然后多多听我的音乐。7月8号记得看我的电影，12月16号大年初一会给你们更多惊喜。谢谢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